欢迎你继续的收看老吴的频道，没有错，是一年一度的小游戏时间。今天我们来玩的就是 Don't spill your coffee， 不要把你的咖啡给弄倒。首先呢，在我们的这个，这个可以调它的那个头发，基本上它是没有头发，为什么可以调？衣服的颜色。裤子的颜色，内裤颜色不可以吗？鞋子的颜色，什么鬼啊？这是什么罩杯啊？不是，我以为这是罩杯，原来这是他的杯杯啦。那我们来选一个比较帅一点、比较 man 一点的颜色。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。哈哈，那什么鬼屁啊？这个是老阿嬷吗？阿巴塔吗？管他这么多，很好。首先呢，我们就不给我们的这个游戏怎么玩，他没有教学吗？我怎么知道跟着什么鬼呢？这个我在摇我的滑鼠，我的滑鼠下上下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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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哦，我要摇动我的火鼠，这个是摇动我的火鼠360度。哇、哦！然后我的人呢？然后我人怎么起来呢？哦哦，接下就行。很好，我要先搞的，我要先了解一下这个什么游戏怎么走。按前，这个是 W， 这个是 S 这样子。可是我走前的时候啊，它的杯自己会往上。你看我只是按前，你看我按后，它的杯会往下，它自动会往下。为什么我的手这样子？哦喂，起来起来，我讲哦，他那边有血啦，那就是我的钥匙卡在我的屁股那边，然后有这个什么感应器，然后这是什么，所以说我要用我的钥匙卡来出现的感应器那边哦，就是我们这个游戏它的目的这样子吗？这不是很容易玩吗？这样子不会很困难吧？就走去那边，呼，然后不要把我的要把我的屁股移过去那边，然后最后然后呢就是可以通关了，看我像机器人这样，咦咦，探索妈妈 ，One C Optimum Prize， 不错。啊！OK， 鞠躬一鞠躬，加速起来。不是你走不进去。这个我的咖啡还蛮多了嘛，根本不是困难的问题啊。我知道了，你首先呢，你就是把你的头给扶下来，这样子才走啊。这边走的时候，它自动会上来的啊。所以说，就是它一边走的时候，我的滑鼠一定要往上推，因为它的头会往上往后移下来走。喂，屁股对着它，错边，多草背，前面 OK， 最后 OK。敬礼，喝一杯，可以走了，走 ，OK， 走，这样子破关了吗？这样容易？哎呦，时间呢？有时间限制的，我现在发现15秒、12秒啊，破关了。去那个什么开会会议的时候按，是第二关了，第二关有什么分别？它的感应器不一样，有。滴，我的头感应到，这边这个地方有 sensor， 这个地方有感应器， OK， 走这里，起来，干嘛摔跤吗？哎，你以为我这样子跌倒吗？从那里跌倒就从那里喝咖啡，到了这里，最后，我是一条鱼，如果你不努力，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呢？最后跳啊，碰到了 ，OK， 走，哎，蛮容易的吗？按 Shift 是吧？按 Shift， 按 Shift 了，我可以控制它的屁股，我可以摇它屁股了，给你去看，按着 Shift 按 D。一个脚起来，按了 Shift 按 A， 他的那个脚，抽筋了，我要下去吗？按着 Shift 按下，可是我人会下，我的头要这样子，我要
头往前，然后屁股往下。OK， 哦啊，等一下，我有一点要落塞，等等等等，有一点要落塞，退后一点。啊，这样子看到吗？这个啊，不要下去，不要，我求你上来，上来屁股上来，屁股，哦哦哦，老我老了，我老了，不要玩这种东西，屁股上来，屁股上来。OK， 直走。OK， 哎，我有一点好像怀孕了，我有了，还、哎、三个月、啊，不要打我，才三个月了。呜，哇，这个闹，有，恭喜呀、啊、恭喜，发一发大财，好运在手，就不用看。好像你每天闹赛的样子。OK， 然后呢，屁头往后，屁股往上，头往后，屁股往上，头。头往后 ，OK， 这样子可以做了，看到吗？看我治好了脸吗？有时间限制的，它有时间限制的。我已经渐渐的了解到我们的人生活着的意义了，就是每天喝咖啡。走，不要以为我一个手就不能够闯荡江湖。我不知道他讲什么。走，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，17秒。快点，我没有时间了，快点走，前面不要走，喂，你不要屁股走。 Yes， 我们要去到我们的会议室了，一定要把我们的咖啡送进会议室，还是自己喝还是要给老板？哎，这比较高哎，屁股要翘起来哦。先往后靠墙，先靠墙。 OK OK， 屁股上来，屁股上，屁股上去。这什么一回事？这个，is 看到吗？我有 is 的身材。哦，这只可以用，这是什么药液啊？成功的，我、哦、还要做下去啊！足，喂喂喂喂，屁股，头要往前，因为我做的时候头，好像叫人家长了大便这样子。哇，屁股要开，屁股要开，就好像你每天闹塞这样子。OK 为什么也碰到？哦，我要后、哦、我要贴后一点，很好、啊、看到吗？ Break dance， Bing Bing。 你晚上还要喝咖啡的时候啊，你知道怎么喝吗？就看这个影片，这影片一定会给你一点点头绪。屁股下， OK， 屁股上回来，屁股上回来，屁股上回来，不要这个手拱脚，拱你的妈妈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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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Come on！ 这游戏到底几关？不会有100关吧？我们还有几百关吧？这怎么一回事？这个啊，走，屁股，这很容易啊。这有容易啦，这个什么鬼？哇，还要玩这个东西哦！哇，还要偷个这个哦！哇，嘿嘿嘿，等，嘿嘿、啊。可是我上来的话，我的咖啡就倒了完啦、啊，不是吗？我要很快的时间走。哇，我觉得往后是不可能。这什么东西在他的屁股那边？往后基本上好像是不太可能，我往前好了，往前喝咖啡。哎，不行，往前的话咖啡会倒，怎么办？哦，我的屁股要下来，走，这样子。OK， 走过去，走过去，不行，屁股再下，屁股再下，屁股再下，这样子走过去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哦，这啊，看到吗？屁股上来，屁股上，屁股上，屁股上。走，可以！等，来不及了，走，我是抽筋这样子哦，抽干啦、啊，你阿妈，屁股啊！我是一条鱼。OK， 啊、哦，起立，看到吗？这是怀孕的人走路就是这么的潇洒，有什么恭喜会摇来摇去的？要游戏没有什么困难啊，哦，它会动了，走，你看这样子走，哇，这样子走反而还要更快，哎呀。
股起来，屁股起来，像一个男人，像一个男人站起来，像一个男人不是钱，这不是男人，这是男人迷。我们的风扇忘记关了，我们家的风扇忘记关了，常常水了毛了，关风扇。喝一杯咖啡而已，要这样辛苦吗？哎呀，把这个咖啡拿回去给他老板什么之类的。我老板，我要请假，我要上去了。哦，上去容易啦，这左边这样子，哎，不是这个脚，这个脚，这脚上来先，上去，上，走，上去。说明你的脚已经上来了，为什么你不要上去？哇，看到吗？功夫蛇拳，这是传说中的蛇拳。啊 ，OK， 脚下来 ，OK， 上来喽。哦，哈哈哈哈，这游戏特别好意哦。那有些真的是很简单，你是很好玩一下子哦。踩不到，然后呢，再把脚放上来 ，OK， 上来，走走，往前走，快把这个脚起来 ，OK， 走走走，向前走，向前走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可是问题我怎么下来呢？往他平时的方向那样子走吗？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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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渐渐的已经会玩了。问题是我怎么下来？我是可以上去啊，这里上去是没有问题啊。下来29秒，哎，可以啊，没有很难啊这关。哇，这么小，它的路这么小，我不能往前走，我要往左右这样子走吗？不是啊，这怎么走？这这么小怎么走？啊？这游戏根本是考耐力的啊！考耐力就最适合我了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机器毛最多，这什么鬼来的？这什么鬼来的？啊？这不难，哎，问题是我的，看到吗？哦，这样子也可以哦。OK， 走走走，我一定要这样子歪歪一个 S shape 才可以。啊，最后了，这不是最后吗？真的是最后吗？这怎么一回事？这个，这左右脚要什么吗？哇，这怎么一回事哦，左右也是要哦。身为这公司的最佳员工，我一定会把这个咖啡拿给我的老板的，就算我付出我的一切。等等，有一点抽筋啊，有一点抽筋。哦，风扇忘记关啊，不行。哎，可以哦，哦，这样子啊，哎，妈呀，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谁可以告诉我人这活着的什么意义啊？快举过来，我先把我的脚放下来先。等等等等，慢慢来慢慢来，有时间的，有时间的，都没有时间限制，为什么这样紧张？慢慢来是可以啊。啊，看到吗？他递完之后他才有时间限制的。哎，最后一关了，耶！终于，老板，老板有什么机啊？我还有跳舞，跳舞是什么鬼屁哦？哎，完了，啊，我完了，耶！咖啡吗？哇，找到我的同门兄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这就有意义的上班了。用沙发赞助的，哎，最好沙发有赞助我了。这个影片呢，献给大家，免费的这个影片呢，希望大家呢会从中呢领悟到咖啡的珍贵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走走走，不要管了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关门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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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点，先不跟着你跳，嘿，好，嘿，好，嘿，跟着节奏，跟着节奏摇摆，来，一 ，one two three，four five six four three four four one one one，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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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呵呵嘿呵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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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